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，老夫人？我出去散散心。哼，给我松！去，放开！别动！这个给我，松手！松手！ 夫人，你这个蛀虫，真是家贼难防啊！老夫人，给我解释，老夫人，我错了。芳菲啊，这才刚刚开始，等着吧。那个是十万大洋，武姨太拿不出吧？难不成还有贵人帮忙？贵人？我好像是听说他跟薛爷关系挺好的。 终于看到你笑了，满意了吗？方长林没了依靠，走投无路。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替他还债的话，他应该愿意回答你一些问题。我帮方长林还债十万大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等我拿到证据，我立马就把解药给你。债不行。你真的以为我相信有那种东西？ 我早就派人查过了，这只是最普通的麻醉药。那你，我向你证明了，我可以被信赖。相信我。哎。 怎么这么晚才来？王少爷，对不住了。
着。你受伤了？不碍事，先送他去医院。快！方长林怎么样了？人是救过来了，但不知道多久才能醒过来。叫人看着，任何人不能靠近。是。硬生生过来挡子弹，你不要命了？那我总不能看着你死吧，只好赌了。而且我不赌赢了吗？那要是赌输了呢？那我就做鬼都缠着你。再说胡话，我不理你了。哎呀，我弄疼你了。对不起啊，你还是关心我的，对吧？没打扰你们吧？听说你受伤了，我过来看看。大哥消息好灵通啊。严不严重？多谢大哥关心。关心你是应该的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，你说是不是云小姐？对了，这花是送给你的。嗯，大哥，受伤的是我，送他花干什么？我这不是爱屋及乌吗？云小姐在这儿照顾你很辛苦，再说了，你一个大男人要花干什么？谢谢薛爷。那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她的确是季羡文的女儿。季羡文当年出事的时候，她在日本读书。日本？那她跟薛东风？她和二少爷确实读同一所学校。好啊，薛东风，想替她报仇，还想再续前缘，我怎么能让你这么轻易得到？不专心也已几个七，岁岁无别期，熬过四季。